那麦子长三长这个芦苇得有三四米的高度，三米起步吧。太离谱了，经验条都看傻眼了。虽然我还没打开看经验条，完全听不下来。我估计小乐子这会儿也无心练他的那什么那个了，在狠狠的记笔记。我记什么笔记啊？所有的升级心得和星耀。什么人？射油射。没事，你射吧。我要麦子，不要命。射就射了，我也不管。进击的芦苇，这不是在炎帝那块吗？这边很多。小罗子看傻了，我操！笔记乱记。我正准备去那抓那个三十精英。对，还有个侠炸，那栅栏里面全都是。好几个。一会儿西仔帮我打扮呗，西仔铁柱，咱们仨差不多了。咱把哥都走不动了，我操！别追了，孙子，我现砸！别追了，我现砸！对，跟你说明了，亮身份了还追呢，我滑稽的，这是好歹给听个劝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波已经三千多了，按这速度，这波又六七千不成问题了。哎，这太肥了，这个地方，这他妈比门口肥多了，我操！只要你不怕死，我操！但我建议哥麦子还是做裸屌来，这样你移动速度跟手速才快，我操！穿着中甲虽然安全，但是他妈没哥这么快，没有一颗芦苇是无辜的，休想逃过我的大镰刀！是不是又要说什么人了？哈哈，那你看一下那边有没有金边龙纹三十级怪？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岩矿没有。你觉得我有空看这个吗？是不会刷的。岩矿有啊。没有没有，今天打了好几波都没见到。我今天我看见一次刷脸呀，金边龙纹。我现在有空跟你聊这个。你不异想天开吗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芦苇，我画面都看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连自己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一边还让我帮你看这个，我他妈蓝电一个，我操！哪里有蓝电？蓝电上的屁股侠的号。蓝电忍不住了，蓝电要搞进来玩了。他第一剑就忍不住了，可惜命不好。一直没能玩上 啊！哦，以前蓝电跟龟龟一起搞阿特拉斯的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是吧，乱宝？哎，我怎么变进人称视角了 ？Fuck！我他妈刚才打，这游戏他妈居然还能换视角的，这么高端的。留给我时间实在是不多了。
后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。最后十分钟总是最激情的时候。啊，这个一小时比上面那一小时猛太多了，兄弟们。这一小时估计产量是上一小时的一倍吧。如果我上一小时也是在这干的话，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啊，35级，大言不惭的说一句，好吧。我直接大言不惭说一句，奶奶的，我第一波没来这儿，我的，跟随我们去抢新手地了，我的。这他妈这还得了，我操！这哪是割麦子，这他妈这挂逼刷经验的这。好像没货了，完了，起火了，起火了。哎呦我操，突然熄火了。再来最后一片芦苇呢。说实话，这个刷级刷的我两只眼睛已经那个有点迷瞪了，但是根本停不下来。我记得你能做那个马鞭的吗？二级那个，你得给他那个受精啊！你有受精吗？我去打了。对啊，你得搞到受精，他才能做。一个东西要两个受精，你至少得搞个三根备用吧。受精是要打那个豹子吗？狼是打狼，打狼抽筋。但打狼估计得用那个青铜的那个东西才能割出来，青铜的那个狩猎小刀可能才能割出来。你有青铜割？你有青铜那个小刀吗？青铜狩猎小刀应该很容易把整一个整一个挑出来。做一个吧，我。啊，做一个，做一个。最后一波了，冲！呀，没事儿，我放进去了。兄弟们，我这波除了升级，我其他的技能他妈简直爆炸，乱升、啊！我感觉我可以做高级男爵了都。做了两把，那我还得去找找狼啊。狼窝啊，地图上看狼窝的坑啊。7000多，牛逼。看最后一分钟能割多少。
坐好了叫我。坐，再坐，还有一分多钟。OK OK， 那我一分钟就停了。来自于大自然无情的除草机六六八，最后的冲刺，结束。最后战绩8391，我操，还差10000，哎，草率了，离34始终还是有差距的。服务器等级多少？看看。干完活吃个饭不过分吧？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感谢冰雹熊，谢谢战争，谢谢之前断尘送的狂场，感谢我爱虎牙送的粉丝牌，谢谢川送的两粉丝牌，感谢混沌飞雪送的超火。割了2小时麦子了，吃个饭很不过分吧？很合情合理吧 ？Thank you。对，没 buff 就没这个效果了。要早上8点更新的时候再割一波，估计就36了。我来看看混子亨和混子乔几级啊？我看这俩混子几级？混子 G 32，还挺高的。混子巧32，工会排行榜啊，稍微发个力，直接工会排行榜第几，兄弟们？估计全服。我今天我主要是都在干杂活，我是一天冲击的话，我也35。看看活跃度，看看活跃度。跟混子，你跟亨子就俩混逼。我混，对。哇，亨子29000啊，亨子。亨子是昨天晚上才加进来的。对，亨子被记住过了。真混，我操！我明天我还县长签了勤劳。你在县长啥都不干啊，大吃大喝。我操！然后割割草就完事了。我县长他妈大吃大喝。对啊。他那两个准的。太乱了，家里太乱了。找一个东西得把家里翻一遍，我操！找另外一个东西又得再把家里翻一遍，他整抑郁了，我操！我一回来就看到大家告状。现在你说我在家里，你有没有看到30级龙纹？我到时候抓个龙纹我就睡觉，挂机睡觉。30级龙纹刚刚我打了，在盐田啊，盐田那边我记得刷很多呀。不是盐田，就是龟龟后背后，龟龟家背后，之前我第一个打的那个。哦。我本来想抓的，我想一想，我抓好像抓不了30级。那个挺近的。盐田，我去盐田看。一会儿铁柱还有七仔帮我下，那仨应该差不多。哎，一个人就搞得定，我都是一个人单挑的。盐田主要是小怪太多了。我操！
你的恶感。我去烟田看一眼，烟田应该是女贼。一场大火，一顿恶干，把马匹都干死了。82个大豆种子，82个啊，是大豆没错。那谁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昨天那晚上种田的那兄弟。啊，怎么了？霸气，咱现在我也不去了。他不特别喜欢种大豆吗？大豆他在你那个水田那边种地呢。现在咱食物啥的几乎不缺了，我刚弄了1000大麦，1000大豆，2000大豆吧。城下那边也有，现在就缺皮，缺皮啊，缺皮。精致兽皮。打人你咋呀你？我什么都打，那我一天我还，我还升不升级了？你咋跟黑岛似的？明天再说，明天我还得去快服去啊！你还夸我，你他妈事儿真多呢！哎呀，这游戏有自动奔跑吗，兄弟们？有没有？有。哪个键？有啊，等号键。我操，早说呢！我他妈一直在想弄个自动奔跑，要很爽。它右下角那里会显示。哎。臭了臭了，我臭了。我刚才就应该按自动奔跑的。今天是5号，舒服了舒服了。还有5天。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他妈这游戏机制做的这么全，肯定还是担心我说的那些事，我帮他分析了。他不卖就是担心我说的那些事。他没想好怎么收费的现在。你说是吧，一个服务是200个人，算他200块钱一份好了啊，我给他现在顶高一点，游戏卖200块钱一份，199这种肯定到时候卖内购收费啊。两万乘以200是多少？2万乘以200就是400万，他这游戏成本不止400万吧，做不下来吧，我觉得这种游戏400万我感觉做不出来啊，你们说呢？然后服务器还有维护要钱呢，服务器维护也要钱。服务器其实没多少屌钱的，因为服务器可以租用的，这个我知道的，我以前做过。租也很贵的，租每月还得要。一个一千的服务器，一个月2000块钱，我告诉你吧，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厉害，哪来的4000万？你们说4000万做不下来这游戏？你们乔乐兹，你们说呢？这游戏4000万做得下来吗？做不下来。它的内容确实多，我操。容量是多少？35个G。嗯，差不多30多个G。只说游戏制作，不说其他东西。宣发这个东西没底的，好多东西宣发都是比他妈谁知道腾讯给投了多少啊？腾讯什么时候注资的？你知道吧？这我不知道。就腾讯什么时候决定投这个游戏的？这我不知道。反正腾讯《侠义行》还有这个《帝国神话》，他都投钱了，《侠义行》本来就是他的公司，不过那公司规模太小，而且想法大而空。我想那个《侠义行》要做9/2，黑神话应该没让腾讯投吧？哪个游戏口语不能让腾讯投吧？好像没有。那个现在人手都不够呢，还投钱？还是让腾讯投了。他妈以前游戏科学做的那个，参加不了。斗战神不是被腾讯给坑的吗？结果又让腾讯投了。这游戏内容是真他妈多，我操，真的多。我觉得方舟在这游戏面前就是一坨屎。差不多。但方舟也更新了很多新的内容。主要靠卖 DLC 真的是。
现在都伤害穷了。没办法，腾讯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游戏公司，没有之一啊！整个世界最赚钱的游戏公司就是腾讯了。用户量太大了，光是国人贡献这用户量就够了。哎，你不能说腾讯投资啊，腾讯其实投了钱，就算游戏做出来他自己是得意的，对吧？就算没做出来，腾讯他妈也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我挺明白这一块。对，他做发行，还有就是学当中的技术嘛，挖人才学技术。啊，终于三百了，终于三百了。你等龙门怪啊，一会儿帮我打。不是匠人，你先找找完一个。游戏玩家不会尊重商人，只会尊重匠人。这就是可乐妹为什么被狂喷，小岛秀夫能得到尊重。独狼玩家玩这个玩得了吗？玩得了。你就别玩的那么，别玩的那么猛嘛。你想从匠人看左下角。搞个田，丞相早就不在了，我操！你跟他说个毛？现在不就是独狼玩家吗？啊，你说丞相搞？不是，我说左下角那些刚进来的，就玩一天二十三级。我们第一天进来能到？谁跟你说龟龟是独狼的？我们第一天进来几级啊？好像也二十三级。没有，我想起来，你跟亨子两个人玩的特别猛，玩了二十多个小时，你玩了将近三十个小时。直到我早上来割草的时候，你们才升级。没有没有，当时我是十八。我今天上线的时候才29.3小时，然后亨子是31小时。我说第一天的时候，第一天我记得很清楚。第一天那天早上我来，我十八级，然后我开始割草，割到23、24，亨子就忍不住了。什么？铁子将25不很正常吗？不太可能吧，25有点厉害了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25不是因为有服务世界等级吗？对啊，刚才说的就是独狼玩家就看世界等级玩吧。我没看到铁子酱，哪个是铁子酱？BG不是铁子酱，是铁子酱在那个龟龟的家。不是铁子酱 ID 叫什么？这叫铁子。铁子啊，他是五。铁子，铁子25，我操！BG、你他妈100发还高，100发铁飞舞喷死他啊！铁飞舞100发喷死他，铁子酱他妈活跃度20万。100发用是优化的话。啊，优化的话呀，喷死他我了。废皮，我操！上来就一会儿要这个要那个，他妈的！对，要这个要那个，进来就他妈要这要这，什么都不会，我狠狠的喷他，我这铁废物！耽误工会发展，扰乱工会秩序。浪费了巨量的工会资源。明天谁要是上线早的话，就把那个兄弟进不了了。把那个戒杯上供一下啊，不然建筑都腐烂。你早点上，你调个闹钟呀，你弄呀。亚叔对，亚叔明天休息。你早点上来弄呀。找阿虎吧。你给我吃的干什么，兄弟？我都瘦成这样了，别给我吃的。他给我弄了一大堆吃的，我怕班长饿着我，他奶奶个腿的。班长吃的，我吃的。班长不吃，我吃。我睡了，兄弟们，我练完了。要不给我个高级套马神，我去套一波。啊，要不给我弄个高级套马车，我套一过去。
哈，真的吃蝗虫真牛逼。这兄弟的奶奶的砍着这个磨坊，那磨坊升级挺快的，因为那么长就砍着磨坊升级啊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季风也是在砍、哎，他们都在砍。季风也砍磨坊升级啊？奶奶个腿的这帮人。除了磨坊什么，我想造两个东西，发现他自己推起来了，然后再加经验，然后我瞬间不想造了。你也加经验，大家一起加的，这倒不用很纠结、哦。啊，不出手机，心态崩了。你掏了半天没出手金啊，我打了十几只才只有三个，三个只能做一个出来吧。坑子玻璃在哪造？没有，我刚准备去出去掏呢，我把整个狼窝都杀绝了。掏不了了，明天再掏吧，吃饱了就睡吧。不下线啊，人就放在这，他们都不下的，我也不下、啊、谁下线了？没人下线的。家里说谁知道玻璃在哪儿造？玻璃拿沙子在熔炉烧。玻璃是比较初级的东西。在哪儿解锁？我照个望远镜。望远镜好像没什么用的，我之前试过。不是，我看武将的弱点。啊，还有这功能啊，忘了。望远镜，云哥你有吗？你有的话直接给我就行。我以前用过一次，但我不知道扔哪的。我现在没有固定东西了，每天上来有什么就什么。好像有狼啊，家里有三只狼。啊哎、家里三只狼，有波浪鲸了，兄弟们，波浪鲸。工作台里面有那个波。抽狼鲸，抽狼鲸。工作台有一把刀。我来拨一下，我好运来拨一下。镰刀，这是镰刀，这不是波浪的。青铜狩猎刀，哎，青铜狩猎刀，来来来，我来拨一下看看。来，兄弟们，让一下，别拨，别拨，别拨！我操，这个他妈憨批，我靠，别拨呢！我来刮刮，出不出？刮出刮，看看能不能刮出来狼精呢？下面还有一只，我刮一下。就两只没啦，不是刮出来一个金吗？出了一个兽金，看到了。谁拿？西仔拿来，西仔，西仔人呢？啊，那我放哪？放工作台上啊？就放那个马具台。马具台太上面了。拨出来一个，这狼金爆率太低了，兄弟们。青铜狩猎刀还蛮关键的，玩玩睡要陪玩。青铜狩猎刀不是青龙偃月刀。马具台只有二楼了。啊对。你得用青铜狩猎刀，你是用青铜狩猎刀拨的，西仔。啊，对。哎，我感觉
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出啊？只是说看这个刀是什么品质。你可以看到掉落列表的，有掉落列表的，你可以看的。这俩看。熊只会掉六，熊质只会掉肉和毛皮。这俩看。你找找看呀，好像贴吧看到的、啊。我说你自己找找看，我好像贴吧看到的。哦，我以为游戏里面可以看。也有可能是游戏里看到的，我不记得。到处听到狼在叫，没见过，没见到狼。好。我看到咕噜鸡说了句话。练了个好马，回来的路上摔死了，我操！最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，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暂时分配，不飞到高处这么开阔，只剩最后一个位置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快告诉全世界，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，今天谁没睡觉举报一下，大家互相举报一下。热烈的火在梦中中，凶猛的燃烧，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，在广场来直播间的时候你们互相举报一下，今天谁没睡觉。现在感觉他妈时间有点长了，四五十个小时举报我吗？我直接下脸，你举报我好了，我直接躺床上下线了。套过了，我马套好了呀。测到几号？什么？测试测到几号？十月十号。十号下午四点。啊，还有五天，还有五天。慢慢玩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还有五天，慢慢玩。那你干他呀，你干他呀，这湖水没出来，下面还真他妈有个洞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畏惧他，你干就完事了。这湖水没出来的时候下面还真有一个洞，这他妈是新手区，你干死了、啊、那你挖呢？挖出来没？挖出了兽皮，普通的皮肉。太吵了，哎呀，我现在是怎么说呢，我最好是早上再他妈狠狠的割一波，我调好闹钟八点钟起来很闷闷的再割一波，我操，就这样了，我现在睡了，睡完之后八点钟起来狠狠的割一波，那时候也没什么人竞争，猛割一波直接割到36，割到36我他妈把东西套好之后我弄那个马再过来，我觉得挺合理的，兄弟们你们觉得呢？我感觉挺合理的，调好闹钟八点钟，他妈上来给他狠狠的、猛猛的割上，大割一波，我操！现在休息不好了，现在只要这个套起来没什么话的，套来套去就他妈70撑顶了，又套不到90的，要套嘛就套个90的，36级自己弄套个90的，是吧？挺稳的吧？睡了，兄弟们，八点钟有缘相见。如果我没醒过来的话，也别怪我啊！别忘了上脚那个世界杯啊！我要没醒过来就没醒过来。你他妈不会上脚吗？你不能跳个闹钟上脚吗？还有1900，你不能跳个闹钟上脚？我到时候我就不一定几点能起了。你不能跳个闹钟上脚一下吗？你这上的，你跳个闹钟上脚一下不可以吗？
操，睡三小时挺好的一个。BGG 的小破床是谁的？我从 BGG 的小破床醒来，看他在什么地方。啊 ，BGG 自己搭了个茅房啊？这是哪？我还要跑1000米。你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？啊。你去套马了吗？妈妈，哎呦，我刷打了个狼，打死了，要跑步。我给你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。没事吧？我1000时间没关系，防腐剂不是2天吗？去吧。哦，那插一下吧。他们说插一下，那我插。狼窝你去吗？啊，就是狼窝。我去的是那个丛林里面的那个狼窝。旗子是防腐的，还有占领效果。什么意思啊？该建筑超过个人建造的数量限制，操你妹的！按 X 自动加枪，然后路过的东西全给他戳穿了。Fuck！ 在马上。不是，是我旗子放的超过数量了。我旗子每个人放旗子应该是有数量限制的，懂意思了吧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吧？我不会给我自己刷一次吧？哎，可以走了。然后我去找找金店。啊，我那个马挺极品的，但是不是大极品，大极品要那个要明天早上再来，啊，要今天早上来。谢谢Sakura送的。我吃个药片睡觉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早上见。该看你们这几个早上估计也都在，我操。我看你们这几个货色早上估计也都在。就先这样了，铁子们，我去调个闹钟啊。有可能等会儿见，有可能明晚上见了，拜拜拜拜。啊，我不能下线的呀！啊，糟了呀！我糊涂蛋了呀！啊，这会儿应该不用排队，我操，这会儿要排队，那这游戏出大事儿了。对，先挂着。他这游戏排队极限就30个人，不会再多了。小子说这就8点。人物站在那啥都不干是不会饿死的，是吧？好像角色只有运动的时候才会饿死。
操劳啊，兄弟们！谢谢大家收看啊，感谢大家陪伴，祝大家国庆快乐，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发大财，行大运。这个东西该去掉它了，该去掉了，是时候去掉你了。OK， 去掉之后非常的舒爽，非常的畅爽。白了个白。